收看《小人物大英雄》，和我们一起发掘在社会中默默付出的人物身影。如果说啊，有这样一座图书馆，架子上陈列的不是教科书或是参考书，而是各式各样的玩具。而且呢，这座图书馆不单单是在固定的室内空间，而是可以四处巡回移动，好让很多的小孩子都能就近享受到玩玩具的乐趣哦。告诉你，就是这一部《彩绘的巴斯》，它呢是一座玩具的移动城堡。五年多来呢，在大学担任讲师的林君英，他每到假日啊，就开着这部满载二手玩具的行动车到偏远乡镇服务。从基隆的富贵角到屏东的恒春，都有他的足迹。他呀，就像是小孩子的大玩偶一般，陪伴无数的小孩，带给他们无比的欢乐。每一个星星至少都去办过一场活动以上，全身走透透。对，别出发，出发。车子从台北一路开到花莲，从五年前开始，每到星期假日，林君英便开着这辆白色彩绘小巴，装满回收来的玩具，就像一辆玩具车一样，跟着家人或少数志工一起巡回各个乡镇，带给小孩无穷欢乐。你住对面吗？你住那里，我们待会要在那边办活动。你知道那边有一个那个什么综合活动中心？两点半要回去吃。你要回去干嘛？要回去玩点，而且我阿妈说要2点半就要回去。真的？那你可以去玩半小时。可以玩半小时。好 ，OK， 等你哦。好，拜拜。你们太赞了。我的车可以开下去吗？可以哈。啊，到了。每个小朋友都对行动玩具车充满欣喜与期待，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来到现场等候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第一次遇到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跟你们解释一下。对，你们先帮我们把环境整理好，然后等一下我把玩具布置好之后就可以玩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了哈。把铺一条就好了。林君英自己花了6万多元，将自家的箱型车改装成行动玩具车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都可以让那个地方摇身一变，成为一座可拆卸组装的玩具图书馆。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有政府经费补助，我们就用；没有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自己自掏腰包。那实际上这五年来，贴进去的钱都不下40万了。我总觉得很多时候说是没有用的。什么是玩具图书馆？不懂，你去摆出来，小朋友一玩，部落的长老、牧师。意见领袖他们看了就说啊，老师我们要这个，我们的孩子需要这样的资源就好了。所以我会想说，有些孩子他可能在部落他活得很快乐，可是他也想要有一个金刚可以玩一玩，有小火车可以玩一玩，电动火车。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是一种弥补的心态，而是觉得我希望他是一种同理心。各位小朋友好不好？
另外一种就是你们一个人挑一个颜色。这些塑胶袋箱就像卡通哆啦 A 梦的百宝袋，每拉开一个抽屉，惊奇与欢乐的神情立刻写在孩子们的脸上。许多不起眼的玩具却是这里的抢手货。哇，这个我玩过，这个我玩过。开始做的时候，其实我身体刚好一进去一个人待，急救回来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啊，因为刚做过手术，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打力气。那我觉得去那边看到他们玩到玩具，就给我很大的动力，想要继续再去服务他们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孩子哈，他个子长得都比我高了，他还去玩洋娃娃，还去玩布书，你就知道他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些玩具。然后他愿意去碰一碰、看一看、去试一试，我都觉得，哎，我可能满足了他某一部分在童年记忆上的缺憾，或者是，哎，我满足了他对于新奇事物的好奇。林老师再见！林老师再见！林老师再见！我觉得只要在台湾的某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孩子，他记得我们。在深山或者是偏乡，然后呢，他期待我们去，我就觉得非常快乐，因为那时那就是我们去的动力。我们去的时候陪他玩，那就是我们快乐的来源。谢谢你，救他一命。好，我去楼下预备一个箱子，装这些东西。对对对对。好。回到台北，学生志工帮忙把车上的玩具搬回物流中心。这里是由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免费提供，专门募集二手玩具的地方。虽然玩具都是二手或是瑕疵品。但是经过清洁消毒、分类整理，不仅延长使用寿命，还可以跟着玩具行动车到处跑，带给小朋友更多的欢笑。麻烦你们有空就玩玩玩具，对，一定要先玩玩哈。对啊，然后有缺件的话，再请医师把协助补上，还是说你可以找别人来代替。哦，所以你们还是要先玩。哎，其实它坏掉了，它不止在那边。对，它那个是柄，小朋友敲断了，断掉。那你再帮我粘一下，它四颗珠子都还在，四颗珠。那个应该是要整个抽掉。抽掉再重换。抽掉重换一次。原本在农会担任机械维修的李生亮，退休后发挥所长来这里帮忙修玩具。让物流中心不只有习福造福的概念，也能让银发族能够发挥良能。现在这个是断的，所以它不会动。各种玩具玩的情形不一样，有时候甚至于要请教小朋友怎么样玩。而且呢，照那个林老师讲的，他说玩具并不一定要照着那个玩，可以自己创造很多的玩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改造一些玩具，然后创造玩具的新玩法，像公仔啦，我们可以把它另外一种用途。想不到里面。你需要加点蛋糕吗？对对。从物流中心的资源再生，到跟着店家回收一大袋的空牛奶盒，准备做教具。在别人眼中可能当成垃圾的东西，对林君英来说却另有妙用。对，来放这里 ，Andy， 那个篮球架架这里。嗯。对，加那边就好。这个是牛奶盒做的。那是做什么？这个是笔筒或者是放玩具的。这个是我上次去
这是我上次去日本，在仙台就是灾区，然后他们送给我的。你是手做玩具？全部是手做。你现在看到这个全部是手做的。然后现在看到这边都是，然后你看有没有？定点他就站在。对对。在台湾啊，孩子现在如果。还是如果太快的进入所谓的电玩世界，他就不会再出来。可是，在手作的过程中，他除了要观察、学习、模仿，他一定要问。那每个的都有，他一定要问那个老师，问这个手作的老师。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师生的真实互动。接下去就是说，他做出来的作品，他是有温度的。好啦，跟你做一个来题啊！叫你练习，不是你敢拍啦？叫你帮忙的。在日本之前，林君一也到过西班牙、巴西、南非等多个国家考察，实际了解该国政府与民间对于玩具图书馆的政策及做法，希望能将先进的观念带回台湾。点滴架，有没有？他怕有一些孩子，他可能连上下楼梯都没有体力，所以他就在这个区域。他就摆了一些玩具，他可以马上拿、马上玩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在离开巴西的机场，我真的是崩溃到大哭哈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差他们差太远。好，来，我要教各位做玩具哈。好了吗？你们都剪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成功。林君英说，国外玩具图书馆的服务领先台湾二三十年，但他并不气馁。因为经过五年多的耕耘，明年将有外国人士愿意来台湾观摩玩具移动城堡。手作玩具的推广虽然才刚起步，但服务的对象已从弱势儿童扩大到有特教需求的人身上，激励他在未来继续努力向前。林君英他不只深入穷乡僻壤，就连灾区的孩子也是他关怀的对象。八八风灾重创南部，林君英呢，他开着玩具行动车亲赴灾区陪小孩子玩游戏，而且啊，他还积极的拜访地方人士，筹设定点式的玩具图书馆，好让这些资源相对比较贫瘠的小孩也能够体会到玩玩具的乐趣。谢谢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没起来吗？哎，没起来，你算嘿。哈哇，自动娃娃哎，你平常看有去平量算？平量算。我一礼拜老店，一礼拜老卡。一礼拜老店，一礼拜老卡。哦，连工我咧提一寡，互你。好温顺哦，好温顺。大人的衣服，有大人的，大人囡仔。大人囡仔顺。嘿嘿嘿。Hello。老师，你今天准备了哪些玩具？我今天准备骨牌，因为我知道上次他们没有骨牌。那骨牌的话，就是有些孩子来，他可以不用志工特别陪伴，他可以开始自己玩。对，然后还有。像这个大富翁啊，我是去挑了一个我们传统小时候玩的那一种，对，已经吸引到小朋友来了，真的好，有新的玩具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们请志工阿姨帮我们整理完，你们就可以玩了，好不好？好哈。这个气我要拍了，还这里，这里是台北市大同区公所，在入口处特别规划成幼儿玩具图书馆。这是国内公部门的一项创举，馆内陈列的玩具不是摆着给人看的，而是请小朋友一起来动手玩一玩。好不好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脱鞋子，脱鞋子。这个美女有新玩具，一岁半，她走得那么稳。这样跟他了，好不好？
哇，妈妈，你是来洽工还是单纯单纯？他不要跟我们。刚刚去图书馆的话，我要来看一下。哦，所以也是常客的啦。最近放法，你放哇，会吹头发了，好厉害哦！这什么颜色？在林君英义务服务的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的辅导下，协会已经在全省各地，包括学校、社区等处设立了48个玩具图书馆，来自物流中心的二手玩具以及各图书馆彼此之间互相交换玩具，让小朋友经常有新的玩具可以玩，一点也不输给玩具店。你会不会跳？跳棋、掷骰子、算，还是玩骨牌？骨牌也可以，玩骨牌。看起来使用率蛮高的哦，区长。其实使用率我们来讲，一天大概有4-5个小朋友来用。那主要也要看我们的业务量，如果碰到正好这个时间人比较多，可能会多一点。很多阿公会带孙子，然后还有就是寒暑假，透过玩具图书馆，也可以让小朋友养成收东西的习惯，还有怎么分享一个玩具吧，傻瓜，因为花时间在这，这一块很少人注意这一块了，因为我们自己有带过小朋友的人比较会想到，一般人不会想到，他幼儿他会觉得，啊，可能中国人比较节省观念，玩具冲上，偷贼买买买，其实玩具对小朋友很重要，他在3岁以前入学以前，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做一个像这个也是练习手眼协调，他老人看，这些都需要。玩具不是光给小朋友，大人也很喜欢。其实名字应该取坏了，应该叫玩具。取个玩，在中国人就认为玩物丧志。目前找到的老玩具大概有30-40种以上。好，然后我们渐渐会把它系列化，再提供出来。那么未来还有特教的，对，特教的到宅服务，还有就是特殊需求的，跟分门别类的，盲人的玩具，或者是自闭的小朋友的玩具，我们慢慢都有这些系列，到时候再跟局长您请教。不敢，共同努力吧。你要掉就好，不要收了。那不是在大陆贩售，大陆买不到。不止陪孩子玩玩具，林君英花更多时间来找寻玩具，并且了解最新的玩具种类与趋势，研究哪种玩具适合给哪些人玩。所以不管是玩具街、生活用品店，甚至是艺品店或首创馆，都是他常常要去 shopping 的地方。像这一只巴斯光年啊，它的已经是进化版的进化版了，它的眼睛会动，会开合，然后嘴巴头会转。然后我们之前有收过那个巴斯光年，是最传统的，它这三个按钮还是会叫，然后手上会发出雷射光。对，这是小的，更大，大到比这个盒子还要大，一只。对，大部分我们在玩这个都用触觉，我们其实也会想要去摸，那我就想到说，哎，那是不是适合他们？因为他们大部分用触觉去感觉，对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个那一天带去。蓝色的鳄鱼很少看，可以买一只。对，他们一起。那我们从1、2、3开始哈，1、2、3。鸣枪起跑，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，几位盲包骑上斜力车，他们将以10天的时间完成环岛的壮举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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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车队中，林君英的玩具行动车格外引人注目。原来，他也在这次活动中肩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。耶、yeah, ！加油加油，吴燕加油，吴燕加油！好，休息休息。还好哈 ，OK 哈，好。啊，我反正我在附近都在你们前后左右了，有什么事情都叫我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前面如果超负荷太大的话，你
你肌耐力已经疲劳了，乳酸堆积太多了，你要起来也不可能，你休息再久也没办法了。今天呢，你就是这样子结束了，这场比赛你就没有希望了。那志杰不用补充水分，我有刚有喝了，喝了，对啊。怎么样？最近表现如何？还可以啦，就怕车子不行啦。我不是还是怕队友跟不上你、啊。没有啦，不会啦。要补充一下巧克力。哦，好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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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会怕。经过白天骑车的劳累之后，林俊英趁着傍晚休息时间，为视障选手安排了玩玩具的娱乐节目。他特别挑选能发出声音、较有触感、适合视障者玩的玩具。你干嘛躲那么快啊？我眼干你了，自己挑哦，自己挑哦。哪个笨？哎呀，这个你太搞笑了。哎呦，这个很好玩吗？这个是怎么做？来，这换你先。好，我先。被一辆连接车扫到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东北角那个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我就知道我压这颗就是要被咬到的。我先。好。所以我在问他什么时候。橙子。三次哎。自己被咬到了。志杰，你那么容易被咬到，我都。志杰闪很快哦。他按这样就跳了。就被夹了点。没有按到。按着，赶快跟你一样。吓着，还有。我被夹到啦。哎，你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剩你了，好恐怖哦！其实每一个人都爱玩，所以你看我们 Hello Kitty 卖出去，其实很多不是卖给小孩，很多在收集公仔的都不是小孩哈，因为他们没有消费能力去买那换那个点数，所以我们会把这样一个范畴扩展到0到99岁。所以老人也是我们服务的目标，特殊儿童也是我们服务的目标，还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也是我们的服务目标。林俊英说，玩是人的天性，每一个人都会玩，没有年龄限制。他希望能借由更多管道，让玩玩具的快乐能够随时随地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林俊英说，看见每一个孩子在玩具行动车上的快乐笑容，再多的辛苦也值得了。我们相信除了童话故事，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梦想都会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可以玩。透过玩具，孩子们不只能够实现玩玩具的快乐梦想，更能得到学习与分享的机会。我们期待能有更多人投入对于玩具图书馆的支持，我们一起来圆孩子的玩具梦。